Hanya sebarisan ucap coklat ini orang ada mata teman hari di meja kanu saunjaya punya jauh ada pada ke punya jauh mana kini wat punya jauh mana kisilai. Today is 8月1号，也是我的原住民日。文物回家的过程当中，不仅在文化上，更是在精神上再次的凝聚，团结了我们家庭部落的所有人，勇敢地当我们原住民。我们一直教导年轻人的不仅仅是在文物上，更重要的是波波告诉过我们，为部落付出，为部落勇敢，也希望我们的青年未来能够持续重振我们自己的文化，找回更多属于我们家庭的历史与传承。文物不仅仅只有物质上的意义，它更如同是一个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守护着我们的长辈。今天不仅仅只是影像，而是文物本身又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就如同是许久未见的远方亲人，又终于回到家里跟我们团圆。希望未来我们能持续让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族人站在一起，一起让部落变得更好、更团结。看看头目，在场的所有的头目们，在场的贵宾们，大家好。几千年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非常快乐、非常骄傲的生活。可是不同的殖民政权在近百年进入到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开始流失，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失去了自己，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是谁。在26年前，在非常多的我们原住民的族人还有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要求中华民国的宪法加入原住民的权益。在15年前，我还有其他原住民的立法委员以及我们的所有的族人努力之下，我们也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在纪念日以及节日条例里面放入原住民日。于是我们大家共同讨论，选定了8月1号是原住民日。自此之后，每一年这个时候，在好多地方都办理活动，包括今天。我要谢谢我们青年会，你们邀请我来。其实今天在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活动。我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嘉平？原因是5年前，我们曾经在台大，我们内合了我们某该回来。然后几天前我又看到脸书，我们青年会的年轻人，你们在脸书到我们的台大某该的主民住院前展现了你们的成年礼，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当你们今天邀请我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来，我当然要来。我也非常谢谢中研院的廖院长，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文物可以从我们的中研院回家。这些不是文物，这些是我们的家人。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的好。我想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断了跟自己的文化历史的链接。我希望，我也期待，自此之后我们能够继续连接这个锻炼的历史文化。因此在今天我有一个要求，我要要求我们中研院的院长，希望你能够成全我们青年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不管是从口述，不管是从文献收集，不管是从这些文化的历史角度，他们做了好多事情，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在做。我想我们青年会的年轻人继续以台湾族人为骄傲，继续以嘉平部落的年轻人为骄傲。
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立法委员，我们在立法院，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文化部、我们的教育部，未来55个乡能够有我们自己的博物馆，我们让散落在地方的自己的家人能够回来，真正的回家，好不好？好。最后祝福我们的大头目，你要身体健康，也是我们的精神象征。我想8月1号，我们如何接回锻炼的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历史，这个才是转型正义的开始。这也正是我们过8月1号原住民日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高雄市长委员。谢谢。今天我们带着原住民的文物回乡认祖认亲，非常非常高兴看到家庭部落欣欣向荣。我们看到身份证上平均75岁的长者唱起歌来，像55岁，这代表了文化的承传。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活泼可爱的小朋友，这代表家庭村原住民的希望。我们看到这么多好朋友一起来到家庭村，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对于原住民文化复兴的一个认同跟力。那你看上面，它会有四个人的家庭。先人的文化智慧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齐聚团结，继续把美好传承下去。